小弟弟，今天你要去哪里啦？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去 meeting 啊？去 Camping meeting 是不是？ Camping 爽不爽？爽哦，因为 Camping 不用去补习，不用去上学，非常爽。最重要是这个。啊。你直接下车。哇哈！今天爽哦，不用补习。啊，要去征兵啊！最爽的就是不用补习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今天对呀、啊，啊，也不用做工。啊，现在我们第一站啊，在怡宝红星茶楼啊，是点心啊。我们的 GM 的 site owning 要开始了，哇，满满啊，哎呦，来，大家互相帮忙，快点把它盖起来。好好，来喽，来喽，今天是小白第一次，哈哈，不用紧，做白老鼠。哇，你打来，你你好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哇啦，兴啊，旺啊，哥再是发啦，哇，要很团结啊，团结啊，团结啦、啊，这个不团结的在拍 video， 你看，还没有你帮忙，拍你呀、啊、，OK。哇，表演表演，哎呦，开起来就是出了啊！哦，原来你头顶戴的是棚顶来，我晒的是太阳能。哇 ，Raymond， 你这个是睡几个人的？四个人，哇！啊，这叫什么 ？Rooftop tent 啊？啊 ，Rooftop tent 的好处就是这样咯。然后这个先生呢，他差不多摸了15分钟，还没有看到形状。有形状了，差不多15分钟了喽。啊，雷梦，你刚才一下车准备多久？已经弄好了你的房间？还没有。哇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好料喽。安怎个未好个啊？哇，有影有深度的咯，无够滚咯！哇，你看到 S 高十，后尾可以再深度啊！哇，终于成型了！有了有了，
啊，晚上有芒果都可以住了，不怕风，也不怕雨。对了啦。啊，不怕风就不怕雨。只怕蚂蚁。蚂蚁没有啦。车小两，可以容纳五个人，又可以载这么多东西来。哇，请问一下，按多跳？厉害吧？厉害，会看会写都写啊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哇，你们是哪一个 group 的啊？哇，看一下看一下。Explore 啊，听说有千多辆车的路，直接打雷来，哇，变了，哇，千变万变，变成房间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连摸都搞不懂啊！我这样上不合。小妹，小妹，来跟冰爽嘛？爽。为什么呢？很爽。因为不用补习。啊啊，对，因为不用补习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补习哦。因为不用补习，不用上学。对。你看电视，你不装乱煮，乱煮那边得好吃了，没有啊，乱煮的最好吃啊，因为乱乱放料啊，鲍鱼啦，龙虾啦，外面鸡吃不到了啊，乱乱放的，我好狼狈。来，全部在用餐了，这个是什么餐？啊，日本的，你们是日本餐的 ，OK， good good。来，你煮的是什么味道？我的是日本咖喱。哦，日本咖喱不错不错。要焖20分钟。OK。哇，你是什么日本料理？加鸡肉，鸡胸肉。哇，拉西鲁嘛。他的阿公啊。哦，大豆大丁啊，去点吃的拉西鲁嘛，一饺。哦。嗯，奶奶穿啊。这是金盘子的拉西鲁嘛。嗯。Nice。煮好一样了咯，这边。怎么来这个？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刷煮吧。我啦，小白茶橄榄竹。小白茶橄榄竹在这里。对啊，叉菜鸟。叉菜 ，OK， 不错不错。哇，这么香！我们来，你看，这刀一个一个，多健康。鸡饭炒鸡饭。哇，还有加蛋的哦，不错不错，可以慢慢享用你们的晚餐。Thank you.
像磨刀石头。来呀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